皇后大道中。这首是九七回归之前唱的，送给英女王的。啊，当时国内不给播，为什么？说反动。他们就怀念那个英女王嘛，说英女王要拍拍屁股走了。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，就是英女王。当年唱这首歌，怎么说呢？就觉得九七回归以后，对吧？不知道这个共产党会把香港管理怎么样，他们心里就没底。就把香港的很多企业给弄过来了。